深夜十一点，外头飘着雨，骑士驾驶每个人都归心似箭。突然，一辆机车自摔在休旅车前方，驾驶急踩刹车就怕碾过骑士，但停车后后头却一连串的碰撞声。修理车后车窗被撞破，六辆机车更是撞成一团。我前面的摩托车在钻，然后他就自摔在我的车道前面，然后我紧急刹车，然后后面的车全部都冲上来。车祸怎么发生的？还原当时在新店祥和路，机车为了超车，快速道路上切换车道，却突然自摔，后头修理车紧急刹车，但紧跟的六辆机车为保持安全车距，一辆接着一辆追撞，五六台摩托车脚都被压住啊，然后就有些人然后帮忙把他的车抬起来，然后就流血啊。救护车抵达后，赶紧将伤患送医。自摔的机车双载轻伤，后头六辆机车一共八人，虽然都是轻伤，但其中有人撞伤下巴，当场见血。他行进要超越前车的时候，伸缩缝的时候，因为可能是天雨路滑。所以他那个操作不当哦，造成了摔车。天雨路滑，没有保持安全车距，六台机车连撞，骑士乘客差点小命不保。记者侯宇翔、谢耀真、邵子阳新闻报道。